谢谢大家在现在就是情势紧张的情况之下还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我觉得婚礼真的就是一个活动，然后一个仪式，未来有比这个婚礼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决定需要我们去做的。未来我觉得我们有更多更突破的计划或更突破的梦想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难不倒我们。我觉得我们想做的东西都表现出比我们预期好的成果，不管是长辈或是自己的朋友都玩得蛮开心的。不论是生活或是工作，我们之后也会更加紧密，觉得就是互相加油。谢谢你们都对于我们想要展现的风格或是做的事情都给予支持，这些情谊啊我们都会留在心里，感谢大家。